村长说给我介绍对象，马上来我家相亲，看看，我这屋子收拾的还挺立正。是，我就是。怎么样？啊，对我家你还满意不？这种装修风格显得你家特别的大，就这样，这三把椅子还有两把是我借的呢。挺好的。那俺先做个自我介绍，俺叫魏淑芬，今年29岁，至今未婚。等一下。你这情况跟村长介绍的不一样啊！村长怎么说？哎，村长怎么说的嘛？村长说你是36岁，不是29，是36岁，不是29。村长咋这样呢？你说村长这个人，怪不得俺娘说村长的嘴像个大破车，是啥他都往外说。村长还说你送了俺个礼物是啥呀？礼物是啥呀？这村长，咱有的说没的也说呢。那行吧，那你看看这家你要啥你就拿一样吧。这个家哈，啊。那就这个暖水壶了，这个暖壶。我把这个三儿送给你。你光送俺个三儿，俺要它也没有用。俺不要，俺不要。停！总监好，总监好。哎呀，总监好。你们俩是公司新来的艺人吧？那个在公司6年了，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新来的。6年了啊。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呀？总监，您不是新来的吗？你来。算了，无伤大雅。你们俩在这干嘛呢？咱们公司啊接了一个活儿，甲方说呢要致敬春晚，这不我们俩就排这么一个懒汉相亲的节目吗？我们在这上面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。想法，很好，谁的想法多一点呢？哎呀，谁的想法多一点，咱们就不说了。反正以前我做编剧的，总监，你觉得改的怎么样？垃圾，所以我就没上手。对，他没上手，他不会打字，他口述的，我执笔。问你干啥呢？哥，你干啥呢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作为一个组合，怎么能有矛盾呢？不是，总监，我们俩没矛盾，我们俩可团结了。对，我们俩很和谐。是哈，那你们在一起搭档多久了？3年。3、5年。3、5年吧，算了，无伤大雅。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才艺呀？有，我们俩有一段双人舞啊，那双人舞我们俩练了多年了，非常好。好了，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玲儿，把咱们那个双人舞啊，你的动作好好回忆一下。哥，我没问题。好，我回忆一下我的动作啊。One, two, three, music。停一下啊！是这样，我有一个困惑啊。你说，贾玲你跳得非常好，谢谢总监。但是沙溢，你跳了吗？总监，这段舞主要展现的就是贾玲对我的诱惑，但是我抵住了诱惑。那你最后跟着喘什么呢？我凭演员的自信，我一口丹田气，我一直撑着呢，我没喘气儿，跳完我才喘的。算了，无伤大雅。我有信心将你们捧红。接下来呢，我决定亲自
对你们的小品进行包装。刚才你们改编的这个东西啊，观众根本不爱看。那怎么办呢？故事得要有张力呀！啊，老百姓喜欢看激烈刺激的剧情，是不是？你们俩之间是什么样的人物关系呢？这他是村长给我介绍的对象，以前不认识呗？第一次见面。第一次。这样的人物关系就是不行，换一个有矛盾关系的人物。那换什么关系呢？离了婚的两口子。走一下，走一下。离了婚的两口子。来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潘副同志的家吗？啊，是我家。久别重逢。是你啊？怎么还改名了？以前叫潘琼，穷的叮当响，后来改名叫潘富，我想重新生活。结果失败了吗？我喜欢过这种生活。你还是没变。你没想到跟你来相亲的人会是我吧？我当然没想到，介绍人说叫魏璎珞，哪成想来的叫魏淑芬。停停停，仇人相见。请问这是狗窝吗？这是什么出的声啊？啊，这么刺耳，这是人话吗？刚才还跟你说请问，还你好，就你还跟我相亲？呀呀呀呀呀呀！我跟你相亲，我没底线了是吧？啊，介绍人说还送我个礼物，你能送我个啥？你能送我个啥？我送你，我送你个大嘴巴子！你敢？停！这行不行？这个，因为我现在觉得啊，问题不是出在人物关系上，出在道具上。是这个？是这个？啊！为什么要送我颜色这么特别的手机呢？啊，因为加广告。因为。这是 vivo X23 幻彩新愿版，新年新配色，每年 vivo 都会给大家传递新的惊喜。广角拍摄，无尽欢乐。新年新心愿，照亮全家福。妹儿，来，哥给你照张相。好嘞。过年了，都合作三五年了，快。3、2、1，咔。好好好，非常好。vivo X23 幻彩心愿版拍出来的照片真的好广角，观众肯定好爱看呐。但我觉得这小品不能这么演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觉得这哪叫小品呢？不干，走。你们以为这是哪儿啊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还想不想火啊？